片都有它的含义。我们叫黄水水啊。所以它全部把它引进在那边。哎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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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个都是它的。全部一并的带下车哈，哎，那这边的部分我们也常常把它当成哈我们的一个意向哈，入口意向哈。好，那麻烦一下各位来宾哈，我们就准备下车了哈。各位来这边哈，哎，我们稍微集合一下哈，马上为你们做点菜员哈，这边的园区导览解说哈。甜粉哈，这个呢，它就是存放五谷杂粮的。全部把它和在一起之后呢，还要多加的一样，就是我们的牛粪。嘿，因为牛粪它有防潮湿的作用哈。很好，这个是老旧的公车啊哈。那很多人都想说，小姐，你们的家的公车为什么你们的车牌号码是01323呢？这个都是刻画到我们现在最具特色的三位小妈祖了。因为嘉惠到三月是小妈祖的时阵，三小到当时小到3月23号，哎，那最盛的盛大的就是我们的大甲妈祖，嘿，在南宫来这边，嘿，做参拜的时候，那更是不得了。可是呢，大甲妈祖来这边，他是由三妈还来这边出巡的、哦。我们有一些废弃物，包含到我们这边的嘉义客运，这个都是老旧现保级的售票亭。那这边的最具特色就是我们这些标语哈，嘿，增长报国反共抗日，小心北蝶就在我们身边呐、啊。哦，真的是哈、哦，这些标语真的是在我们的戒严时代的那个10年代真的是不一样。那站长是呢，我们哈最近哈才慢慢哈要把它营造的。那这边呢，有我们市区一路、市区二路各个路线哈，它的。一个时刻表在这边，很多客人都想说，哎，我们要搭乘几班次的，可是温家哈是打造一个入口意向而已哈，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。所以咧，较早俗语讲了一句诶，人讲查甫人坐的，囡仔人背的，为什么小孩子要爬桌子？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要抢了那根的鸡腿。嘿，咱查甫人就是我们妇人，只有负责怎样擦桌子，所以人讲。因查甫人坐到，囡仔人背到，咱查某人就是负责切到。嘿，伊讲大某怕细姨啦，大某怕细姨，伊咧诠释的是啥物？大出手啦，大出手，因为他永远不会客气。那如果说到对方的话，叫做大方。是老的就不收了嘛，所以就是老不休啦，待遇就是老不休哈。在机械化之后呢，全部都把它淡忘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转弯角这个石头呢，你们不要小看它哈、哦，这个可能是你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白糖、红糖之类的，都是由它制造出来的。这个叫做石车，还有酒枪。那石车呢，它会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糖铺或草铺里面。因为早期这边嘉义南这边每15甲币，它就会营造出一间的糖铺或草铺里面。农村资源修缮处，我们整个呢，哈，古文路都在这边修缮之后，我们才把它陈列出来哈。那这边呢，有一个古井哈，古井就是我们哈，方通有月来哈。我一直我还有一些东西，就是透过这样把它还原我想要的那种记忆，对，很好、哦。对，你还记得杂货车？嘿，那杂货车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，当然相对的哈。哎，以前都是由杂货郎来挑起这个大担。那你们如果听到这个连木鼓的话，你们会想到说，哦，这个是卖杂货的杂货郎已经过来，胭脂水本全靠他了。点哈，哎，人讲无虾都不行，点虾了点都不行了。所以呢，它最具特色就是说，我们每要贩卖一样东西，我们必须要先申请一些铁牌。那你们看到的有我们的烟酒，烟酒的话呢，一般我们如果两个字都申请的话，代表说我们两种都能做贩卖的工作。